这个隐秘的答案就藏在殷商此前300年六次迁都的选址上。实际上，殷商王朝此前的几次迁都，你看着就像是在黄河两岸跑来跑去，但那些废都并不是真的变成了鬼城，他们依旧是殷商王室的直属城邑。随着时代的推移，你忽然发现，这更像是沿着中原核心区的边缘进行的漫长的跑马圈地，从荥阳到邢台300多公里，从曲阜到安阳300多公里，商王朝用不断迁徙的国都在中原地区画出了一个圆。现在殷商完成了他对中原最肥沃土地的圈占，该为这个圆建立一个适宜统治的最高点。这个最佳的地点就是今天的安阳。